们开始啊，这一节课我们开始学习第11课。第11课啊，你先看一看题目，你会读吗 ？Can you read it？ 别玩了，别玩了，空调关了，空调关了，关了，很好。别忘了把空调关了，什么意思呢，同学们？什么意思 ？Don't forget to turn off the air conditioner. Yes, very good. 我们说空调啊，空调你要知道是什么啊，对不对？啊，关，什么是关呢？我们学过关，我们学了啊，没关系，对不对？没关系，对不对？啊，没关系 ，doesn't matter，没关系。这里面我们有关 ，but 啊，我们说关还有一个 meaning。I mean to turn off. One means to close, to turn off. Yeah, to close. 啊，我们有关门，关门对不对？啊，开门 open the door， 关门 close the door。啊，我们还可以 turn off。For example， 我们可以关空调。啊，关空调 ，air conditioner。我们还可以关电脑，对不对？啊，关电脑啊。还可以关什么呀？啊，关灯，对不对？关电视，对不对？灯是灯啊，同学们，灯是什么意思？灯 means light， 关灯 light， 关灯啊，所以咱们对我们说下课后啊，同学最后一个 the last students 啊，最后一个走的同学请关灯啊 ，please turn off the light。我们还可以关什么呀？So for example， 我们的手机，手机没电了，没电了，它怎么样啊？啊，关机了，对，我们说关机啊，关机就可以了啊，我们说关机了啊，手机没电了啊，我关机了啊，关机了。那就先关手机了啊，我们不说关手机啊，我们经常说关机啊，关机，关机呀，啊，关机。好的，我们也说。我们经常会说，关电脑，我们也不常说，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说，把电脑关了，把电脑关了，把空调关了。What's the meaning？ turn off the computer， 把电脑关了，把空调关了。上课了啊，你可以把手机关了啊。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关电脑。关电脑，把电脑关了。关电脑，你可以说我在关电脑，对不对？啊，我在关电脑。啊，我把电脑关了啊，把电脑关了。我们经常说让别人把电脑关了啊，我等一会儿会告诉你啊，这个句子它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再看一看啊，题目是别忘了 ，don't forget 啊，忘，我们说 forget 啊，别忘了把空调关了。好，下面我们来学习课文一。在课文一之前呢，啊，我们有四个图片，我们看一看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First one， 他在做什么？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对不对？洗衣服。我们看这是什么呀？写作业。他用什么洗？作业。同学们，他用什么洗衣服呀？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呀？啊 ，washing machine。washing machine。我们叫它啊，洗衣机。呀，洗衣服啊，我们有洗衣机。呀，好。洗衣机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叫它洗衣机啊。洗衣机可以洗衣服，对不对啊？洗衣机啊，机 means machine， 对不对？我们说洗衣服的 machine， 我们就是洗衣机。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他们在做什么呢？看一看，他们在做什么呀？写作业啊，写作业。他们呢？他们在做什么？看一看，这是什么？这是哪儿？Guess， 他们在做什么呢？还书，还书啊，还书，对不对？什么是还呢？还是什么意思？还 means to exchange，还啊 ，until 啊 return 对不对啊 return 啊还书啊 yeah sometimes 你要借书啊 to borrow the books 啊你借书啊从图书馆啊借书啊哎什么是借书啊？啊 to borrow 对不对？借 means to borrow yeah 你要借书 yes 你要借书你 of course 你也要还书对不对？哎，还书 means to return. To return back. 哎 ，return back 啊，还书啊，这是还书的意思。你看他们在图书馆怎么样啊？都拿着书还书啊，还书。好，我们再来看他呢，他在做什么？他对，关灯，关灯，对不对啊？关灯啊 ，turn off the light 啊，关灯。好，老师，干脆是关电灯。嗯，可以呀、啊，也可以呀、啊，可以关电灯啊。但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关灯啊 ，because 关灯 much easier, right? 啊，关灯。No, no, you said that one 手机 you don't say that's why I asked you. 哈哈，关机对不对？好，下面我们看看课文一里面我们有啊5个生词。我们看一看第一个怎么读啊？图书馆。图书馆很简单。什么是图书馆呢？图书馆 library。哎 ，library 啊，我们学过对不对啊？图书馆，我去图书馆学习。图书馆里怎么样？图书馆里的环境怎么样，同学们？环境，我就图书馆。这本书哎，可以啊。图书馆里的环境怎么样啊，同学们？环境怎么样？哎，我们可以说图书馆里很安静 ，very quiet， 很安静啊。好，我们再来看第2个，这个怎么读？借。哎，非常好啊，跟我读一读。借。什么是借呢？什么意思 ？To borrow, to borrow, to lend. Yes, 我们有 too many here 啊 ，to borrow or to lend， 可以怎么用呢 ？For example， 今天我去图书馆，一个借本书。哎，一个啊，所以我们这么说啊，今天啊很好啊，我去图书馆怎么样啊？借了一本书。哎，我去图书馆借了多少书呢？啊，借书借了多少？借了一本书啊。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Yes， 我们可以啊 ，to borrow the book 啊 from 图书馆。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哎，我怎么样啊？借给他10块钱啊，10块钱。我借给他10块钱 Look here 我借给他10块钱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借给他10块钱？嘿，这个 I lend her 10 rupees Yeah, very good I lend her 10 元钱对不对啊？我借给他10块钱啊，有2个意思啊，你可以借啊 to borrow from somewhere or you can to lend something to somebody 啊，都可以，这是我们的借。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第3个词，这个词怎么读？词典跟我读一读啊，词典啊，再读一次，词典什么是词典啊？Dictionary. 哎 ，dictionary。我也加词典。哎，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点字啊 ，look 这个点，我们说下面这个横啊要长一点 ，look 要长一点 ，just like this one 啊，写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啊，注意一下要长一点。好，我们可以怎么用呢 ？So dictionary，我们有啊意什么词典？同学们，词典的 keyword 是什么？一什么词典？一什么呀？啊，一本，对不对？啊，一本词典。词典的 main word 啊，也是本 ，because 词典也是 a kind of book，right？ 啊，好，一本词典啊。我们说现在，我们经常用什么呀？用电子词典。什么是电子词典呢？啊 ，electronic 啊，我们用电子词典 ，right？ 啊，我们用手机，对不对？啊，电子词典。对对。啊，没有 book 了啊，我们没有书了啊，我们有电子词典 ，electronic dictionary。好。但是 someday 我说，今天我要去图书馆借一本词典，对不对啊？今天我去借一本词典。I want to borrow a dictionary 啊，我想去借一本词典啊，这是我们的词典。我们还有什么词典呀？For example， 我们有汉语词典，对不对 ？A Chinese dictionary。哎，我们还有哎，英汉词典。看什么是英汉词典呢？英汉啊，英汉词典。English to Chinese or Chinese to English. Yes, very good. 我们有英汉词典。啊，我们也有汉英词典，还有 many kind of 词典啊 ，many kind of 词典。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这个词，读一读，你会读吗？还。还，哎，跟我读一读啊！还，还，啊，再读一次，还，还，嗯，还 ，look 啊，这个还是什么意思呢 ？To return， to return。我们说这个字还有一个 pronunciation 是什么呀？还，对不对啊？还，呵呵 ，yeah， 还，啊，还。嗯，他还没起床。I still not get back 啊，他get up 啊，他还没起床啊。我说你怎么还没来？哎，对啊，我们说他还有一个pronunciation是还 ，but today 我们学它是还啊 ，to return。So， 你有借啊，我去借一本词典，对不对啊？我想去借一本词典 ，of course after some day 啊，几天之后你要怎么样啊？要还词典，对不对啊？还词典 ，to return the dictionary， 还。哎，你借钱啊，你借钱，还有so some day ago 啊，你借钱 ，borrow some money from somebody 啊，借钱 ，of course 你还要怎么样啊？啊，要还钱，对不对？啊，还钱，还钱，还钱，to return， yeah， to return the money。啊，我们说有借钱啊，还钱。啊，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啊，好借，好还，好还啊，怎么样呢？啊，再借。啊，不难，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好借 ，so 啊，你去借钱啊，借钱，别人借给你了 ，of course 你要还给人家啊，要还给人家 ，and in time， 对不对啊？还给别人啊 ，in time，so only in this way， 你再借啊 ，you want to borrow it again，so 再借的时候怎么样啊？就不难了 ，not too difficult 啊 ，if。你不借啊，你借了钱，你不还 ，you never returned back 啊，你不还，你再借就很难了，对不对啊？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话，也是中国人啊 ，how to do things 啊，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你们也要记得 ，remember it。好，这是我们的还。最后一个这个词，你会读吗？等，等。跟我读一读啊，灯啊，再读一次，灯，不错啊，灯，什么是灯呢？什么意思？ light 啊 ，light， 没有，哎，天黑了啊，天黑了怎么样啊？天黑了，哎 ，it's dark， 对不对 ？It's darkness 啊，天黑了，天黑啊，开灯吧，开了。哎，教室的灯关。哎，开灯吧。啊 ，please turn off the turn on， 对不对？啊，开灯。啊，没有开灯。开灯。So，of course， 啊，天亮了。关灯。天亮了啊，关灯吧。啊，关灯吧。啊 ，turn off。别忘记。呀。别忘记怎么样啊？别忘了。别忘了做什么？别忘记。嗯。就是的，灯光。哎，我们怎么说呀？我们说这个句子里面，我们有一个词啊，这个字怎么读啊？别忘了怎么样啊？这个字怎么读啊？把，对不对啊？把教室的，哎，教室的灯关了，哎，别忘了把教室的灯关了。这是我们这个句子，你为什么老有错字呢？好，别忘了把教室的灯关了啊！今天啊，我们有一个 very important word 啊，就是这个把字啊。等一会儿我再告诉你怎么用啊。好，我们先来学 new word。好，你学完了再来跟我读一读。First one， 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好 ，next one， 借。图书馆。嗯，借。Next one， 借。词典 OK 词典好 next one 还啊最后一个灯嗯好的你都会读了吗？你记住它的意思了吗？来练习一下 First one 图书馆什么意思？图书馆 library 哎，好，第二个 library 借哎 借 very good 什么是借呀？借什么意思 to borrow 啊 or to lend 好，第二个，第三个词典嗯，很好啊啊词典对不对啊？词典 dictionary very good 好，第四个。还 very good 什么是还呢？什么意思？ 还 means to return very good 最后一个灯哎很好灯什么是灯啊同学们 light is light 很好好你都记住了吗？你都会用了吗？我们来看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看一看这本书是我朋友的，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哎，我们看一看，选的哪一个呀？Option B。哎，我们看一看，这本 ，look，well this is a male word，so it's a book，right？ 啊，选的哪一个呢？啊 ，choice B。啊，这本词典是我朋友的。啊，不是我的啊 ，not mine。Very good。什么是词典，同学们？什么意思 ？Dictionary。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你可以帮我。啊。嘿，把对不对？拿一把椅子。可以帮我把书的落满。把书怎么样啊？Option C 还了吗？哎，你可以帮我把书还了吗？明天下午可以吗？哎呀，我们有还书，对不对？啊 ，return back the book， 还书。啊，我们就可以用把 sentence 啊，把书还了，啊，把书还了。好，我们选择 C。把书还了，好，再来看第三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在图书馆门口见面吧。哪一个呀 ？Option A， 图书馆。Option A 老师，图书馆。我们一会儿。什么是一会儿啊？A moment 啊，一会儿在哪儿呢？在图书馆门口见面吧。什么是见面？什么意思？哎 ，to meet very good 啊，在哪儿见面？在图书馆门口见面吧。好，第四个问题。这本书可以，你怎么样呢？给我，可以借我吗？ Yeah. So, you know,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给我 or 借给我呀？ What's the difference? 给我，给我，give me. Yeah, give me, 对不对？把这本书给我 ，means give me。但是呢，我们不可以这么说，对不对？说可以借给我，借给我，就 lend it to me， but not give me， 所以呢，我们选择 yeah， 借，借给我，非常好，好的。这是我们的生词，同学们。你们都学会了吗？都学会了吗？好，都会了吗？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学一个句子非常有意思的句子very interesting and very useful。好，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想让？When you want 你想让你的朋友关灯，你会怎么说？你可以怎么说？你让你的朋友关灯，怎么说呢？别忘了把灯关了，把灯关了，别忘了把灯关了。OK。别忘了 means don't forget， 对不对？ So 我们这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请把灯怎么样？把灯关了。请把灯关了。那 please turn off the light 请把灯关了。Please turn off the turn off the light 请把灯关了。Look here 这个句子，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它的 structure first 我们有一个 person look 请把灯，请谁呀？请你，对不对？请你 sometimes we can omit this one but both you and the listener know this one who is this one 请把灯关了 that means 请你，对不对？but here 没有，但是你要知道是你 you 我们 first 有一个 person and then 把 here look 这个把我们是一个report look 我们之前我们学了一把椅子，对不对？一把椅子它是一个 main word 一把椅子一把椅子还记得吗？一把椅子 main word but here 它是一个report A 把 B look 这里的 B 是什么呀？灯，对不对？什么是 B 呀？B 是这个灯，对不对 ？The light， 请把灯怎么样呢 ？As a verb， 关了关了。After the verb, they usually have something. Usually have something and usually have a l after the verb. Usually have a l after the verb. 请把灯关了。Please turn off the light. And look here 这个灯你要知道是什么灯，是哪儿的灯？你要知道是宿舍里面的灯in dormitory or 是教室里面的灯in classroom 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是哪儿的灯，把什么灯关了。Both speaker and listener 他都知道是哪儿的灯你在教室的时候怎么样在教室请把教室的灯关了，对不对？Both you and the speaker the listener 都要知道是哪儿的灯这个very important 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是哪儿的。And look, this sentence structure we call it 把字句把字句，把 sentence. We can use this sentence to do what? We usually use this sentence to make a request, or orde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like 请把灯关了。我们来看几个图片。Look here. First picture 我们说洗衣服，对不对？ So someday you want to 怎么样？请把衣服洗了。You're very polite， 对不对？请，对不对？So someday you want your friend to wash his clothes， 对不对？太多了，太多了。你可以怎么说呢？啊，请把衣服洗了。洗。哎，请把衣服洗了啊！你和你的朋友啊，在宿舍，你的朋友呢有很多很多 these dirty clothes 啊，你哎 can't stand it， so 你怎么说呀？请把衣服洗了。哎 ，both you and your friends 都知道啊，衣服是什么衣服啊？是他的衣服，对不对？都要知道啊，请把衣服洗了，请谁呢？啊，请你的朋友。好，我们再来看，嘿 ，someday you have a daughter， 怎么样呢？他不写作业啊，你要怎么办呢？他 don't want to do her homework， 你要怎么办呢？对呀，啊。你怎么说呀？啊，快去，对不对？啊，快去做什么？快去怎么样啊？去把，哎，把什么呀？把作业。哎，好啊，把什么呀？作业怎么样啊？写了，写了。Yes，very good。啊，快去把作业写了。啊 ，quickly， 啊 ，to do your homework， 对不对？啊，快去把作业写了。哎，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 ，so someday 啊，你借了一本书啊，你借了一本书，你想请你的朋友帮你还书，你怎么用把 sentence to see 呢？怎么用把书呢？啊，请怎么样？把，请把，书还了。哎，我们说请把书还了。啊，可以啊，请把书还了。Please， return this book。请把书还了。Look， 这是他是在啊帮，对不对啊？帮我把书还了，对不对啊 ？Please help me 啊 to return the book。请帮我把书还了。Then we can also say， 老师，请帮我把衣服洗了。Of course, you can see 啊，可以啊，帮我把衣服洗了啊，你不想洗是吗？啊，让别人帮你把衣服洗了，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啊，你和你的啊舍友啊，你的 dormitory mate 啊舍友，你想睡觉了，你要怎么办呢？啊，你想睡觉了，你要怎么办？请把灯关了。非常好啊！请把灯关了。我想休息了，对不对啊？我想休息了啊！太晚了。我想睡觉。哎，对，可以啊！你可以说我想睡觉了啊，我想休息了都可以。怎么了？有什么问题？请说。啊，我有问题。老师 ，Why there is a lot？ 啊，走啊，王昊天啊，等一等啊。来，莫星，你先说啊，莫星 first。我们说就是你帮我把弟弟在哪里？什么意思？你帮我把弟弟在哪里？不可以这么说。啊 ，Where is the subway？ Of course， 咱们不可以这么说。Can you help me? Where is the subway？ 你看一看我们这个句子啊，莫西 ，look first 我们有一个 person， 对不对啊？这个 person 我们可以啊不知道啊，我们可以不说，但是呢 ，first you and me 要知道这个 person。我们看一看这个 structure 啊，要知道这个 person 是谁啊？可以是你啊，可以是我，也可以是你。and then 一个把 ，and then， 那它是 something or some person，and this person 啊 we。both you and me 都要知道 and then 啊 this verb look this verb 啊 this action we will down at the b 啊 down at the b for example 洗衣服，对不对啊？洗衣服你就可以说把衣服洗了 and listen 啊你是洗衣服啊，我还词典啊，还词典啊，你可以说把词典还了 look this 还我们也是 down on the b 对不对？但是你不可以说啊，弟弟在哪里 ？Look， 弟弟在哪里？这个句子不可以这么用啊，不可以这么用。好，还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问题？还有吗？老师，没问题啊，好，你说，王浩天。我想休息了。Why there is love？ 啊，我想休息了。Why here we have a love？ 啊，我想休息啊，也可以没有了啊，我想休息也可以啊，我想休息了啊，我想休息了 because 啊，我想 look it's an action。I have already think about this thing. So, 我们可以用了 you know, 了 It's a difficult question, you know, for even for Chinese people. Why we here 用了 I can explain it very clear, sorry. 你也可以不用啊，我想休息啊，你也可以说我想休息了啊 ，maybe that means 我想啊，你说 now I wanted to take rest, so it is the change of the condition, that's why there is love. For this question, maybe 想这个 action have already happened, so 我们说啊，我想休息了啊，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啊，也可以不用。好，这是我们的 but sentence， 同学们啊，你们都听懂了吗？学会了吗？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好，哈哈。我们来看几个句子，来这几个句子都会了，不看了啊。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 structure 啊。When you want to negative, yeah, negative sentence， 我们用没啊。For example， 可以怎么说呢？啊 ，for sentence 读一读，来读一读。你没把书给我。你没把书给我，什么意思呀？啊 You didn't give me that book， 对不对啊？ You didn't give me that book and here 这个 book 啊，不是你和我都知道是哪本书啊。 You didn't give me that book 啊，我们说 if we have the negative form this word we put before 吧啊，你没把书给我。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还可以有别 for example this sentence 怎么样啊？你别把手机忘了，什么意思呢？啊 ，Don't forget this phone. Turn off. Yeah， 啊，你别把手机忘了。啊 ，Don't forget this phone. 我们有别的时候，to tell you don't forget something， 我们也把别放在把的前面。别把手机忘了。哎，我们还可以 use some word like 可以。啊，你可以 you can do something or 你不能啊，不可以 you cannot do something， 我们可以 put this word also before 吧。For example， 你可以把空调关了吗？ Can you turn off this air conditioner？ 啊，你可以把空调关了吗？啊，也可以说我不能把电脑给你。啊，我不能把电脑给你。I cannot give this电脑啊 ，for you。好。What is the role of father, 老师？We can say without pause。什么？Can't you say 你没？你没给书啊？哦，不可以，你没把书给我啊。老师啊，你说。Ba. We here use ba for request, invitation, like this. That's why we use ba here. So why we use ba? Because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Request. Yes, we want to ask some request or to orde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So we use this ba. And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at this one, this b.书啊，手机、空调、电脑等等啊，你说莫西还有什么问题？So you means by is used in that situation where we invite something, where we order something, where we request something. Yes. You mean? Yes. Is that mean? 谢谢老师。好，我们来看几个问题啊，下面，好，第一个问题来看一看，你们会做吗？我还没有看完，所以这本书不能借给你。选的哪一个呀？啊 ，C 对不对啊？我还没看完，所以呢，不能 I can't 啊，不能把这本书借给你。哎 ，I cannot lend this book for you 啊 ，to you 啊，不能选的 C 啊，要知道不能 we put before 吧。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选的哪一个呢？请把我的书什么呀？这个字怎么读啊？书包对不对啊？书包什么意思呀 ？Bag 书包 ，it's good bag 给我 option A 对不对啊？请把我的书包给我啊 ，please give my bag 好，下面。哪个呢？你可以把门关了吗？你可以把门关了吗？哎 ，Can you close this door？ 可以，好，这个把 sentence 你会用了吗？你会用吗？For example， 我们再来多几个 example。So someday， you want to leave， 你要离开了，you want to leave， very very hurry， 你要，但是呢，你的电脑还没关 ，so ask for help。How to ask for help？ 把什么呀？你可以帮我。对，你可以怎么样啊？帮我怎么样？帮我把电脑怎么样？把电脑关了。非常好啊！你可以帮我把电脑关了吗？你可以帮我把电脑关了吗？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for example someday， 你吃饭，你吃面包你买了3个面包，你买了3个面包，但是呢，你吃不完了，you cannot finish it， 怎么办呢？你还有一个。你怎么办呢？ask for help to your friends， 你怎么说呢？你还有一个，请怎么样啊？你帮我把面包吃完了吗？没有完了啊！你可以帮我把这个面包怎么样啊？吃了吗？你可以帮我把这个面包吃了吗？没有完啊！帮我。好，Sunday 写作业呀，你有很多很多作业但是呢 ，you cannot finish， 你做不完了，你要怎么办呢？How to ask for help to your friend 做作业。请帮我把这些面包吃完了吗？Look， 王浩天可以说帮我把这个面包吃完。Look， 帮我把这个面包吃完。请帮我把这个面包吃完就可以了没有了吗？请帮我把这个面包吃完，为什么呢？我说look after this verb we usually have something else。 我们说经常是了，对不对我跟你说经常是了 but sometimes 我们可以用吃完请帮我把这个面包吃完就可以了啊 ，Please help me to finish this bread。可以啊，可以，没有问题啊。好，我们再来说，哎，做作业，哎，你做不完了怎么办呢 ？Ask for help， 好久。How to ask for help？ 请帮我把作业歇了嘛？哎，歇了，怎么说呀？我们经常啊这么说，我们不说请帮我，我们先问，哎，你可以对不对？啊 ，more polite，Can you？ 啊，你可以怎么样啊？帮我啊，把作业怎么样？写了吗？哎，你可以帮我把作业写了吗？可以这么说啊啊，可以，你可以帮我把作业写了吗？啊 ，very good。好，这就是我们的啊把 sentence。同学们，现在你会说了吗？啊，你可以 ask for help， 对不对 ？ask for help。Or yeah, to give somebody or 对不起，我不能。哎，可以啊，我不能把，我不能怎么样？帮你把作业写了，写啊，不能帮你把作业写了，对不对啊？我们经常说我不能帮你写作业就可以了。啊？我们经常这么说啊，我不能帮你写作业啊 ，I can't help you to do your homework。Look， 我说过啊，你这个 but sentence usually to ask for help or to make an order。So when you want to answer， 我们啊有的时候不用 but， 我不能帮你写作业啊，我不能帮，哎，没有了啊，没有了 here 啊，我不能帮你写作业，没有了啊。好，啊，这是我们的 but sentence， 嗯。It's just one kind of but sentence 啊，我们后面还会学，所以呢啊，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好，我们第11，下一节课我们再来学习课文啊。It's time, I think。同学们啊，下课后再多读这几个句子啊 ，try to understand it 啊 ，especially the structure 啊，你要知道啊。If you have a book， 那 our textbook 啊 ，you can have a review。Of this but sentence at the page of 93页啊，在93页啊 ，in our textbook 啊，93页 ，you can have a review of but sentence。好的，同学们，那么我们今天的作业啊，下课后我们第10课。课文4的 new word 啊，有5个生词，谢谢。5个。第11课啊，课文1有5个生词，谢谢。And 用把字句啊，用 this but sentence to make 2 sentences 啊，写2个句子 to ask for help or to make an order 啊，你可以在宿舍啊，也可以在教室 in that situation。啊，你可以怎么去 ask for help 啊 ，for your friends or for your classmates 啊，写2个句子 ，use but sentence。I will check it。好，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吗，同学们？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先下课啊，再见，同学们。好，再见，老师。再见。来，谢谢老师。啊，不客气，再见。